非常的细腻。有的一年是因为打了中局以后，了解对手以后才开始进攻。半高抛发球，我说的球，8-5，漂亮。这就马林比较被动，来短挑起来，好的，一旋转。他们经常跟中国队一般比赛中一交手，他就会放弃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比赛马林的防守非常好，吊一杆，来个弧线飞，感觉到了，漂亮，马林发球。他又到正手去了，敢拉球，你想防很难，他脚又刁，力量大，对，高了，侧，啊，有的是顺旋转，有的是逆旋转，啊，取得好成绩，你看这种球，好的。前来搓的啊，等于是搓啊，只不过呢，对推球来讲就是切了。好的，快赢我的。机会，走，3-5。好的，你的动作就快。就犯了，坏了，对，马林掉，又弄出反手了，这就麻烦。5-7，带短，形成相持，漂亮，还有进步，比如我一环节控制不了了，我就很难打了，开球拍的时候，手腕用点力，他这球的变化就有。漂亮，连续拉，拉球也是不一样的。是的，他能缠住你。高了，挑起来了，这就算了。啊，果然倒反手。啊，对。走，利用好，前三板有优势，哦，防过去了，过来放起高球，西板。